大家好，我是小尚。国际版 10.61 已经有新情报出来啦，咱们这就来看看这次又有哪些新内容吧。首先是地图，并不是新的世界啦，是新的叛逆追击主题，这次是 Z 公司地图。这个是 Z 公司小推车，大家看动图会发现它的原型明显就是碎纸机嘛，后边的尾巴这不就是拖把嘛，够办公室风格的。这是它的分解图，新僵尸头饰车僵尸，好家伙，这不就是跑步机僵尸吗？你以为换个马甲我就不认识啦？应该也是叛逆追击中的精英僵尸系列了，这下好了，唱跳 rap 篮球都起了。这是头饰车的分解图，其实看到这里小撒我是发现最近国际版一直在走情怀路线，新植物里的胆小菇、海蘑菇还有这个新僵尸头饰车僵尸都是在致敬一代经典，不过也蛮不错的。新植物豆芽，这植物没有更多的情报，但是我只想说可爱就完了，这植物画风不错。新植物毛膏菜缠绕者，这是它的原图，这是它的分解图，这组怎么说呢，不是太喜欢。那么 10.61 版本的情报就介绍到这里了。